Welcome back， 好久没有和你们录 vlog 了，这是一个最近期的 vlog， 因为我还有很多没有发，但是这个是最近的，所以想说和你们先来发这个 vlog。 这个 vlog 是寒假的 vlog， 是我和我妈一起去雪山上玩的一个 vlog。 然后我们这一次总共是去两天一夜，去的地方叫做 Ortise， 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德语区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意大利文也有德语。因为我们这一趟没有租车，所以我们从米兰开始先坐火车，中间要转一次，之后还要再换公车才能够到达那个镇上。总共算起来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，可能单趟要4个小时。然后在公车上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小镇上的雪景，还有它的房子真的做得很像我以前在德国看到的房子，真的很漂亮，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色了。接下来到了这个镇上之后，我们就准备要去我们的饭店，要走的路有一小段，大概10分钟左右。到了饭店之后，就看到有人在这边堆了一个雪人，还挺可爱的。然后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饭店的房间，你们看到它所有的木头都是用实木去做的，所以整个房间非常的香。然后这个房间大概就是长这样，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房间。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们看它旁边就有一个落地窗，可以直接就是去看到外面的雪。我们也有看到有人是直接从这边然后下去滑雪的，因为它这个饭店离旁边的滑雪场也很近。真的超级喜欢这个饭店的人，外面也是超级漂亮。饭店的资讯我会放在旁边，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。接下来放完行李，我们就准备去它的小镇上面走一走逛一逛。你们看这个镇上也是非常的漂亮。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一家卖面包还有卖一些这边当地的特产的一家店。这个是镇上晚上的样子，和意大利米兰那边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就是有一点点像瑞士的感觉。大概到晚上我们就准备去吃晚餐了。那来到了这里，但是我点的却是米兰的特产炸猪排，非常好吃也非常的大。还有给大家看一下晚上的夜景，真的非常好看，灯光打亮了之后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，和白天真的完全不一样。然后推荐大家来这里真的要穿比较防滑的鞋子或是靴子，这里这样子因为下雪没有下得很大，所以很多地方是这样子比较滑的路，如果大家要来的话还是要穿比较防滑的鞋子，不然很容易滑倒的。还有就是这个地方因为是在山上，有一定的海拔，所以而且很多地方是山坡，就是它的饭店都是盖在山坡上，所以呢走路起来也是有一点点累。之后我们就准备回饭店睡觉了。这是隔天的早餐，非常意大利式的，下面的这个巧克力吐司我觉得很好吃。给大家看一下早上的景色，然后旁边这个就是我昨天说的，就是它旁边就是一个滑雪场，非常的方便，所以我们那时候也看到好几组就是来滑雪的人都是住在这个饭店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落地窗，真的是我最喜欢这个饭店的原因，非常的漂亮，一打开就是雪景，你们看。然后第二天我们的行程是打算去休斯山脉上面去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要滑雪，但是我们打算去徒步走一走。真的时隔一年没有看到雪，真的好喜欢这样踩在雪上面的感觉，还有这个靴子非常的防水。接下来我们就是准备去搭这个缆车要去山上。这边的缆车其实非常的便宜，跟瑞士的铁力士山还有那个白朗峰比起来真的非常的便宜，只要35块钱，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来这个地方。而且即使你没有要滑雪，它其实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雪的步道可以让你走的，在走的路程当中你即使不滑雪也是可以拍到很多很好看的照片。还有大家来这边一定要戴手套跟帽子，我就是没有戴帽子，所以我跟我妈借了一顶帽子，因为上面的风真的很大，还有上面真的很冷。接下来就是我的玩雪时间，谁懂这种就是好久没有看到雪摸到雪的快乐呀。然后我穿的这个裤子是保暖的那种裤子，我也很推荐大家带个几条来，因为带这个真的坐在雪地上完全不会冷，而且非常的防水。然后这里其实不只有滑雪，其实我们在途中也遇到很多人都是来这里徒步游的，就是不一定要滑雪。
遇到了一只这边附近的人养的狗，它真的很可爱。对了，各位来这里也不要忘记戴墨镜，因为这边如果大大阳的话其实也是很刺眼的，所以还记得要戴墨镜。我这次就是出门前明明都记得，但是什么都没有戴。中午的时候会比早上相对热一点，但是马上就会再冷回去了。你们看我的手，因为没有戴手套，感觉我手都快要掉下来了。后来我们差不多走完了之后，我们就来到了一个这边的一家餐厅。你们一上来就会找到这一家，因为这边其实就是一上来只会看到这一家，其他家要走过去一点才会看到。我们点了一个提拉米苏跟一个这个巧克力的一个蛋糕，这里面是岩浆的，就是切开来会有酱的。在这么冷的天气喝热巧克力真的很开心。这个山上的话我推荐大家，我们大概是玩了4个小时左右，也差不多就够了。然后在上面的餐厅可以去吃我刚刚推荐的那一家，就是不是说特别好吃，有点像微波食品，但是就是在山上肚子很容易饿，就是普普通通的。然后这边因为很多人是来滑雪的，所以他也有推出很多那种好几天的那种滑雪票，可以让你一直坐这个缆车上下上下这样子的。大家如果要来滑雪也可以去买那样子的滑雪票。其实这个地方我是推荐大家多玩几天的，因为除了可以滑雪，旁边还有几个小镇也是可以玩的，但是因为我妈要回去了，所以可能就没有办法。之后我们又去了昨天的面包店买了点面包，然后就回转火车的那个镇上面，然后吃点晚餐我们就回家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。